大家好，我是卢子兄弟，我是小梁。今天我们要来找点虫菌吃。前几天找了虫菌，带个袋子去的，到家了坐个车子回去的，烂完了。今天我带个小竹篓过来找。哎呀，看看今天的收获怎样。哎呀，这里是什么菌子啊，老罗？已经老了，好像有点。这里是什么菌子啊？那个不能吃的。这个应该是那种茶菇吧？不知道，别乱拿。有点坏掉了。哇，这里发现一个。大不大？一朵一朵这么大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虫菌呢、啊？你看这里，这朵。看，这朵，哇，你看，可以哦。哎，有点货哦，意思是今天又有希望了哦。今天拿这个竹篓来就可以了。哇，这里又发现个老罗，你看、这里，哎呦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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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多个，一二三四。五个了，这里都发现。还有没有？还有边边还有没有？看一下。没有没有。快，先捡先捡先。哇！这么大一朵，你看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你看，这么大一朵，哎呦，这个最标准的，这个，这标准的这种。哇！一下就碰到五朵。是啊，五朵，你看。啊，可以不？哎呦，运气不错。啊，继续找，多找点。继续找，这边边要找好一点。一般这种菌子，出来就是一片的啊。一片一片的。哇，小梁。哎。我这里发现了两朵。发现了。有几个？两朵。哎呦，你看，大不大一点？不大，刚好这样。小亮，小亮，快过来、啊！我这又发现四朵。发现四朵啊？啊。那么多？是啊，很多，很亮很亮的都是。一朵。哎呀，先捡起来。好亮一朵，你看。你看，你看。哎。你捡了多少？我在上面才你干嘛不拿点树叶来垫一下，垫一下底下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好，继续找。哇，小梁，哎，我这里又发现了一个。真的？是啊。喂。哇，这里还有两三个。你看这里。哎呦呦呦！这个老了，变了。不算老啊，不算老、哎。还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拿的。这。来，哎呦啊！哎，你看这个。这上面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嘞。是啊，那个大的，这个大的嘞，长在石头那里。哎呀，不好拿。啊、哎呦，这么大一个、啊，你看。又捡到四个。四个，你看。四朵，哇、啊、靠！这漂亮啊！这可以哦。这今天运气还可以啊、哦。啊。哎呦，收了，快点收。啊，你看嘞。哎，这里，这里有个。哎呦。看这里。真的嘞。你看。还在那个叶子下面啊，这个好亮啊！你看、这个可以，这里不是吧？不知道，有点光。你看，哎呦，好亮的这个，这种最标准的，来，是不是？熟了，熟。这底下还有没有？不知道。哎，这里又有一个，哎呦呦，很露出来了。露出来啊！哎，这底下肯定，哎，这里是，哇！这里还有个小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个、这个小的小了。哇，这里两个，这下面还有吧？不知道，收这个先。哎呀，没有，哎呦，那两个算好了。这个小的，这个小的不要了，要这个小的干了。你看，可以吃。
哈哈，这个漂亮哦。可以哦，这一片。嗯。看好点，要看好点。有点厚啊。嗯。哎呦，哎呦哎，哎呦，跑了两个地方，哎呀，没想到在河边还捡到这么多虫菌，你看，哈哈，这个虫菌不可以吧？两点钟了，罗罗啊，差不多，我们干脆在河边煮了算了，就在这里煮啊？啊，不拿回家啦？哎呀，这一点的光够我们两个吃了。煮就煮了，那就洗一下就煮了。是啊，我车上还有几包面嘞。啊，那就在这田地里煮了。就在这里啊，架着锅在这里就可以了吗？那好，是不是？嗯，好了，我马上把它清洗一下。好那边还有一口水井呢。嗯嗯。洗好了。洗好了。洗好一点啊。哎，这防虫菌了。这个井水好干净哦。那肯定的，山上的。口也干了，要喝点水去。从山上流下来，肯定的，干净的这个水。哇，这个水好冰呐、啊！哇，这么多啊，就只有这么多吗？是啊，洗好了，已经洗完了，可能也有一斤多吧。有这么多、哎。这么大一锅。好，拿去炒了。放油了没有？油已经放一点了，放一点了，嗯，还要加没有？差不多了吧？再加一点。好了，别放太多了。这蒜米，炒菌子一定要放蒜米的。哇，好香啊！闻到菌子的香味了。对呀、啊，想吃就快点来哦！好野炊哦，这么大一个，这个也算大了，是不是？哇，真的好香，流口水了我都。差不多已经熟了吧，老罗，加水了。你盐都还没放，好像。啊！哈哈哈哈！去打盐了去。哎呦！哎，今天就要用那虫菌炖这个方便面充饥了。应该很好吃这个。先放三包先吧，老罗。放四包。放四包。一人吃两包，能难道吃不下吗？哎呦，搞了一大锅。搞了一大锅。现在已经三点多了，你看。嗯，可以。哇，这个也是美味佳肴哦。哈哈。这个杯子的。我尝一个，好不好吃？这是菌子啊！哎呀，哎，这么大一个，哇，好好吃啊！嗯，太香了这个。哎呦，前面冲击一下，哇，这么长，哦，哎呀，老罗啊，我好像我车里上面还有两瓶啤酒啊，还有啊。真的，哇，我去拿。好。哎，我都忘记了。来，我拿酒来啊，来。等一人一罐，够了。哎呦，够了，一个钟。来，庆祝一下。哎呀，下次再拿多一点。好的。再找到多一点，煮到满满一大把锅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好的。
太香了，太香了。哎呀，来干杯！好好好，干杯！哎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真的实在太好吃，嗯，太香了，也不吊大家的胃口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先到这里先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哇，哎呦喂。